他们的机车在设计上面，在品质上面不断的大幅成长，所以呢，也让很多消费者深受他们的喜爱，而使得销售也一路稳定的成长。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混的汽车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百大最佳品牌，还有成为全球第五大车厂的主要的原因。混的汽车呢，跨时代的这个造车理念，还有跨集聚的丰富配备、跨规格的用料质感、组装品质，再再符合了混的汽车一向推陈出新，而且呢，符合了整个企业的精神，也就是超越极致，驱动未来，而使得这个理念落实之后呢，从造车的尖端工业国，也是德国设计中心，那么特别打造成型一个全新的外观，用流体雕塑的全新的概念，而诞生了今天在现场即将和大家见面的 iX35 新概念跑旅。到底 iX35 新概念跑旅它有多神奇，它的魅力何在？科长稍微有点见外，因为跟嘉诚呢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哎，我听说哦，嘉诚今天要跟我们介绍的这个 iX35 大有来头。哎，没错哦，这一部车子呢，刚刚你也有提到啊、是现代在欧洲凡客福设计中心最新的车子。是。那另外呢，也是目前国产车坛上面唯一打过好几项纪录保持的车子。我们待会也可以一起来数数看，这一台车子到底创造了多少目前国产车坛的唯一。好，在你心目当中，你的一个梦想中的车子，你的 dream car 是个什么样的车子？对男人来讲呢，其实心目当中 dream car 应该就是拉风的跑车，最好是敞篷的，对不对？那是你那个娇滴滴的老婆跟两个可爱的小朋友，那怎么办呢？谢谢你把我拉回现实。所以应该要适合家人，全家人一起的休旅车。如果今天我告诉你，待会我要介绍的这部 iX35，它就可以同时满足你想要跑车的性能、帅气的渴望，同时又可以兼具到休旅车的功能跟实用性。跑车结合休旅车，你会心动吗？我不只会心动，我还会行动。好，那在介绍 iX35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先看看这一张图片。图片那。这个跟车子有关系哈、那这张图片大家在生物课本里面都看过，它讲的是进化，对，人类的进化。那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人类的进化。那汽车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实汽车也有进化。我来举个例子好了。好 ，SUV 车，它会随着历史上男性流行的形象的演变而进化。在根据我们的考据哈，对 SUV 车在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个记录哈，其实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在那个时候，男性的形象是这个样子。哎，这是卡通人物吗？石器时代里面的人物，对不对？对。那个时候的男性开的 SUV 车长得是这个样子。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这个在之前北的时候就蛮冷的。现在看起来更冷啊！其实 SUV 车最早开始流行的时候，大概是在20多年前。对，那20多年前的男性在过去那个形象是架杠的男子汉 ，man 的啊。那我们给大家一个参考，可以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哇，威力非常的粗犷，非常的 tough。对，那那个时候流行的 SUV 也跟这个形象很像，就是这样子。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对，那造型不讲究，舒适性，对，空间也不讲究，重要的是可以带你上山下，所以是着重功能性能的，对，功能性的一个车种。那后来呢？怎么进化？那时间慢慢演进到了现在，男性的角色也慢慢的演进。Okay. 最近大家流行的是新好男人，谁代表？有个代表，来看一下这个。哦，知道。Hollywood star， 这个是非常知名的好莱坞巨星啊，汤汉克斯啊，汤汉克斯，对，他是好莱坞非常有名的名色夫妻。对，那新好男人呢？他一生为家庭、为妻子、为小孩奉献，老婆小孩都摆在最前面，自己的理想摆在最后面，牺牲自己的。那我们看看这样的新好男人开的休旅车什么车？哦，稍微有一点弧度了，大概是外形上。外形还是一样是方方正正、保守的。那
性能操控还是不讲究。哇，那重点是加大想出去玩可以坐的舒服，对，老婆的大皮箱，小孩子的娃娃车，都可以放在里面。哦，所以他是照顾到全家人的。在未来，在未来，知道未来男性的形象会变成什么样子 ？Future man， 男性会开始流行的是型男老爸。那给大家看看这个参考的图片。好，这个好熟啊，这个人，这个人活生生就站在各位的面前。型男老爸开什么样的车？什么车子啊？刚刚很容易给了答案。同时能够有跑车的帅气跟性能，对，还要有 SUV 的实用的空间。真的有这种车吗？其实何龙这样子的需求是我们大部分男人的心声。其实 SUV 的最新的趋势，就像何龙讲的一样，SUV 与跑车的跨界结合。What so you want to sports bike? Somehow you want to ride fast, you want to look like you're cool, but you cannot always do it if you're family, if you're kids. It's very difficult to do this unless you.Selfish and drive the sports car alone. That's why I think this is a kind of new trend in a new way, because you want to make your family happy, but you want to make also yourself. 满足家人同时满足自己，他真的说出了所有男人心中的痛，就是说说出了所有男人心中的梦。对啊，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几个刚刚发表在欧美刚刚发表的车子的有跑车化修理这样的概念的车子。好，第一个看到这个是 i 牌，大家熟悉的，大家都有看过哈。对，还有刚刚发表 P 牌，P 牌这个在路上现在常常看到，还有这个大家很抢眼、很抢眼的 B 牌，这些车子就是所谓的跑车化 SUV 趋势下的一个产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说，你看到车子的上半部，它其实是像跑车一样流线，尤其从 C 柱以后，那它是一个下压斜背式的设计，但是你如果看到车子的下半部，其实它还是保有 SUV 高底盘、克服地形的一个特色。是我对这个汽车粗浅的了解，刚刚举这三种牌子的车子，都是高级、名贵的进口跑车。是，还是跑旅车啊？是啊。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一个风潮也已经吹到了国产车坛。接下来就要跟大家介绍国产第一部跑车化的 SUV。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先从它的外观来看，它就应该要像一台跑车的。没错，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外观。哇！好，那我们从外观来看啊，在这个。目前呢，最新的一个欧美跑车化的设计趋势，对，可以看到的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三部车子，那还有我们的 iX3，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从 C 柱以后，同样都是一个流线，然后斜背下压式的造型，其实现代在整个设计上面，它也提出了自己的创新，这个东西叫做流体雕塑，它是一个美学的新概念。什么叫做流体雕塑？这是由德国法兰克福设计中心所提出的，最主要就是说在车身平滑的曲面上面加入一个很立体、很锐利的折线，那同时用光影的投射去营造出一个流动的美感。我们也可以再请到刚刚的首席设计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再详细的说明什么叫做流体雕塑。好。Another name for beauty sculpture that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the body of the car. It plays a lot with the concave and convex surface. So you have a very good surface, and you play a lot with the light and the shadow of the surface. This is actually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of beauty sculpture, because if you look at the surface of this plane, you have a very gentle surface combined with very sharp lines, and this is the